早上的空气特别好。这些锻炼的老人家六点多钟就来了。早，早上煮的面条啊，昨晚上还剩了一些剩菜。今天我们去泸定，现在出发了。今天是个阴天，这个大山里面全是雾，一老把火。这个隧道蛮长的，我10.8公里的隧道。现在进入的是二轮山隧道，这个隧道13.5公里。在没修这个隧道之前，这个二轮山每次要从山顶，从318的老川藏线山顶翻过去的话，有时候要一两天堵车，因为山上的话呢，它常年四季都有冰雪，容易造成了很多的车祸和事故。这边天气真好，那边还是阴天，这边就大太阳了。泸定桥很多的游客呀，络绎不绝。绿灯亮，现在咱那边见得多了，有在咱那边买了一张泸定桥的票，10块钱，可是狗狗不能进。注意脚下，小心台阶。上车请走中间，请放下人行座椅。泸定桥。这个铁索是挺粗的。有点晃。我现在就在泸定桥的正中央。这个大家走得快。找你了吗？不敢吧，找。害怕吗？不敢吧，垃圾。害怕。奇怪在这儿。现在好了，刚刚上来感觉有点晃。在那个天天晃，那是下山去的时候很晕。哇，观音殿上面。你要走掉有啥意思嘛？慢慢走，他就要扯黄的。没关系，你就横进去，我还扶了你了嘛。上桥的。你看嘛，以前我们当时是几年？那是白没白。对，看到没？七月底。这是一个泸定桥广场，
很多老年人在这里休息晒太阳。有打牌的，晒太阳的，聊天的，四川话就叫摆龙门阵，好悠闲呀。泸定的老年人特别多，泸定是甘孜州的一个康养基地，退休的一些老人啊，基本上都在泸定定居的比较多。这边的气候要好一些，没那么冷，而且呢它的海拔也不高，跟汉族地方差不多，所以这边的老人就特别多。聪明点儿，哎，走了，走。他不举着模特啊？陌生人他不对。泸定广场边上的店铺还是特别的有人气啊。这是泸定的街道，看起来非常的热闹。人气蛮旺的。这天你眼睛有点不行。哎，上次来吧，自己过。本地的皮。没有啊，那你白沙萝卜还那个啥？这个老人们菜。那边都。这边有没有的皮？本地的皮。哪有盖头？哪有那盖头的？在这里嘛。哎，他要拿回去了，晚上。哦，真生气了就。我给你买。那个10块不嘛？这对了嘞，我都是卖不到了，10块卖不到，那就这个，这个就3块，3块我都卖小闺女。那给我怎么办？你还不想回去啊？走。这个坡好陡，走起来好累啊。这个大山坡，这是条河。哇塞，这个车。看看，这个技术很高超哎，它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。
锁军魂，这边的雕塑比较多，这是也是一个小广场。炒粉、炒面、烤苕皮、面筋。仿古街进去看一下，走了，乐仔。哦，全是吃的，小吃一条街。全是吃的。麻将馆。都是麻将。都是麻将室、棋牌室。钓鱼的。大渡河。这个上面在修的是那个第二条进站的铁路，投资也是特别的巨大，据说要10年才能修完。这是个大型的桥墩。这里有一条水果街，本地的苹果特别的多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把都是苹果。这个枣子怎么卖啊？老板。是啊。是啊，1斤是吧？给我称一点嘛。好，称枣子。好，称的枣子。
甜不甜嘛？甜不甜？甜。甜。我装吗？你尝一口嘛。尝一口啊？可以尝不？可以尝。那我尝一口。可以尝。嗯。